我是有去用澳博打架，干好澳博哦，干超澳博，基本上棒啊！我快笑死了！看我要把这个剪进口啊，装到网上，等下都看我那个澳博打。这个乞丐他有戴帽子，他有钱了。看这里，这是通道，这什么地方啊？通道吧。看他什么时候醒来了。所以他到底是他伟民的兵啊？他怎么会醒来？迅速看到红点，楼梯下的小心不轻掉。可是楼梯下有四只，我都走走。但是你要小心，他喷火可能还喷得进来。那到底要怎么打？啊！一直狂砍，对，这个就是会一直狂砍，一直狂砍刀。你知道在干嘛？还不施展吧？我可以那个吗？你可以在这里。那你是不是应该先暗杀掉他一条？不是不是不是，长按不是那个按两下，按一下出去就按。有空脑袋，他先斩。直接吐出剑了。不要再一次，你现在拔掉、哦、拔掉一边而已。好吃饭。啊！裂，都给拔掉了。看，我不要碰到下体了。赶快，赶快！哈哈，下体。好了，你现在要在，你现在是要主题要去冷杀这个东西，要冷杀他，然后再从下体开始吃。那你想？从那边应该不好，因为其他小兵会提醒他，他会增加警戒。哦，那多少能看到他的位置？嗯，他走了。看，为什么没看到？还是要走回去？啊，走回去！你从门那边，不用飞了，你走这边好了。就是就先用攀的，然后落下。杀！你可以上去楼上吗？可以啊，但是你要找地方躲啊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这里。快！啊？我就想你刚说他来了。对。这边有办法，我可以看一下。看我那个奥博哎！来来来来来，他现在脱衣服过来吗？嗯，衣服已经脱掉了。可是你要等他过来。太远了啦，这距离没那么远啦。他很害怕。
可是他到这里他就要复活了。用奥博打架、欸，很好笑。来，好，来，不要死，这个距离要很近。好奥博哦，虽然超奥博，基本上棒啊！再砍，再砍，我笑死！哎呀，被打到了！再砍，砍砍砍！再砍，再砍，再砍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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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你超，这超奥博嘞，傻眼，超级外伤人嘞，无敌外伤人嘞！你知道火自然消失？什么叫火箭啊？它在箭上面上火、啊，那个就不能挡，那个挡这个不行哦，不行，不然你冲上去，然后它退的时候就能爆，那个喷火，上去，再，再斩一刀，再斩一刀，退退退退退，再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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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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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不要贪！再打，放上面打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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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还好这个，因为有房子优势，跟血补满再上去。小房子优势。因为他照理说那一刀砍完再接一刀，你就会被砍死。好，他冲上去不死斩，直接冷杀他。到这了。前进，因为他剩一点点啊。可是他皮干。冲上去。再冲上去！看奥博，超会杀！我快笑死了，欺负人家是炮眼子。好，邓伟明机枪。看，我要把这个剪进口啊，传到网上。等一下，看我能用奥博打。